72度优选鲜牛乳，更多活蛋白升级活鲜奶，鲜生夺人，活力开唱。有请小沈阳和印堂少女303的西林娜依膏带来跨界合作表演。加油加油加油！这歌我现在特别特别那个难受，你知道为什么难受吗？没法唱了，因为于毅大哥跟那个嘎子唱得太好了。哎呀，就连少涵妹妹都帮不了郑恺了。咱们这也悬，但是还得整。是，整整吗？整，整就整个不一样的。有一位姑娘想多花，有一个爷们儿说你不必害怕，一不小心他们成了家嘛，生了个崽子一起挣扎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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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阳光灿烂，岁月一年年收获的比树还酸，幸福像在天上磨磨唧唧不下凡，花花绿绿的危险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身边，就在你身边。
高音儿，太嗨了！我天哪，这是我真的第一次听东北味儿的摇滚，我觉得太狠了，真的。这好像是啥歌啊？我就没听过这个。这是东北，也算东北摇滚吧。心灵应该不是东北人吧？可是跟沈阳哥的东北摇滚融合在一起，怎么就那么合适呢？现在大家都流行融合嘛，就是大家不同的元素放在一起，就很长，是不是很长？对对。其实今天晚上发挥的真的挺一般的。你还想怎么样呀？啊！哥，输了我，有点欺负人了。他跟于大哥他俩在一起唱的太完美了，我就直接想要退赛，太专业了，俩人就是真的好，都是唱那个剧音乐剧出生，出生不是出生去了，出生。你们这个也好，真的，妹妹唱的太牛了，真的，没想到，对他坐在那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就完全跟现在站在舞台上完全两个人，是他唱起歌来是光芒四射，对，就完全想象不到，哎，马上就变身了，我天，对我都没想到，妹妹会用这种唱法把这首歌弄得特别特别的，那个范儿。今天晚上这个，反正我是玩的挺嗨的，对，我也是。杨哥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前面那个说话，那是你设计好的，是不是？那个其实是编曲给我的一个小道道啊，编曲对。我们彩排的时候一般就直接上台，OK， 五四三二一开始啊，一二走，然后就开始了。今天就是有这个气氛，然后就真的有好多肺腑之言。对，肺腑之言。大众乐迷团投票通道开启。我特别喜欢你的表演，超炸超燃的，完全颠覆了我对你的想象。谢谢，我就觉得把所有的就是看家本领都拿出来了，让我们特震撼，真是另外一种震撼和另外一种炸。谢谢。我们也请七零先回到你的观战区。谢谢妹妹啊，加油，你受累了啊。没有，谢谢，真棒。专业评审团的九位老师到了你们投票的环节了，如果你们觉得刚才小沈阳和西林的表演足够打动你们，请为小沈阳投票。哇，西林娜依小妹妹太厉害了，这么一个小妹妹，然后她能够把那么厉害的歌唱得那么的云淡风轻，很厉害的，非常非常厉害，很猛啊，太猛了，就惊了我的。我印象中她是个好像挺洋气的人，我说唱这歌是个什么话？她就跟那个粥里的放点榨菜，她就跟那榨菜似的，就鲜味儿能就很提鲜。哎，靠她吊着呢，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太好看了，因为坐在这儿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，雷哥控制住了，对，我按住，我弹起来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音乐最大的魅力，可以让人兴奋地忘掉所有。当我听到沈阳哥的唱和你的再创作能力，我脑子里就有两个字，可怕。然后当我看到你讲话，你的控场能力，我脑子里又闪现出老艺术家了。我就心里面有一个很个人的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我很想知道沈阳哥养这首歌你会怎么唱。他唱的话就不叫养，叫刺挠。你等我琢磨琢磨，妹妹，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太好了，到时候咱俩再见面，我给你交个作业，好不好？依兰爱情故事和东北民谣啊，那这两首歌我觉得他是在描绘他的家乡，那么今天这个现场他把所有人带回了他的家乡，让我们看到了美丽富饶的东北。谢谢沈阳哥。现在坐在第四名王座上的是端端，如果小沈阳的最终得分高于端端，那么很抱歉，就是端端止步于此。如果小沈阳的得分低于端端，那么就是沈阳哥止步于此。端端，
请你回到舞台中间。气氛一下下来了。毕竟是比赛，比赛就有输有赢。这个没法预测，真没法预测。人生海海，唯音乐与美食不可辜负。一个滋养灵魂，一个满足味蕾。音乐和美食都是人类共同的语言，味觉与听觉通感，好听与好吃同样美好。一份菜谱就是一张歌单，藏着最真实的自己。守农与音乐一起守护美好生活。喝口奶压压惊。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乳，选用限定的牧场优质奶源，七十二度黄金温度，杀菌的领先工艺，富含更多乳铁蛋白、免疫球蛋白，可以给身体补充更多营养。嗯，很好喝，加油，努力干！每天一瓶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，真的很不错。跨界称王有态度，新鲜就得七十二度。本节目由更低杀菌温度、更多活性营养的三元七十二度优选鲜牛乳独家冠名播出。上微博参与跨界歌王话题互动，与节目嘉宾边看边聊。毕竟是比赛，比赛就有输有赢。这个没法预测，真没法预测。沈阳哥唱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醒了，结束了。对于端端来说，他的跨界学院止步于此。演出虽然结束了，但是我觉得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然后感谢跨界歌王这个舞台，然后感谢在这个舞台中曾经帮助过我的人，然后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让我们还来不及拥抱感受到对方的心跳就要说再见了。但是我相信这是我的开端，这是我对舞台对唱歌的一个新开始。未来就希望这个端可期吧。凯凯已经主动到第四了啊，拿上杯子。哎，这生活太累了呀。哎呀，你们都给我 C 当，放大招实在是不行。沈阳哥，你看你坐哪儿？我不知道了，我现在也不敢去说了。其实走到现在，我们几个都可以了。是是，大众乐迷团得分。326分。哇！总分。71分，排名第一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沈阳哥。太狠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太牛了，节奏都有了，牛。